小短腿之战彻底反转，实力碾压。看 Coffee 又找蛋糕打架，现在他们俩的实力明显悬殊了。蛋糕现在被 Coffee 压得死死的。蛋糕打他，蛋糕喵喵拳还手，加油！这蛋糕选手已经放弃了，放弃挣扎，完全任人宰割。靠近打他，蛋糕打他，这蛋糕一脸生死，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，生无可恋。你看靠北，你看靠北，现在就感觉长大了，就看天天，他就给他逮住，完全没有还手之力了。